这一天称为奥林匹克运或运动日。现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分种族、肤色、宗教信仰、意识形态以及语言文化，全世界人民相互在一起下，以团结、和平以及努力作为宗旨进行公平的竞技，具有国际性的特点。奥运会奥运奥运迎接奥运。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，好，我才会员，好，我才。关心国内外重点新闻，周末开讲，可以畅聊生活大。